现在要做出五星级的感觉，要注意到哪些地方？而且是麻烦这次我们讲清楚点。好，耶，我们有有姜要薄，有没有？刚切太厚，切太厚了，薄。这个还是要刀工啊？我有刀工，来。他其实在切二十片，我在切一片。就停。刀工决定视觉，刀工也影响口感。对啊，对啊，味道啊。下这个鸡腿以前呢，鸡皮先一定要热。我刚刚做这个动作，不是有穿烫吗？哎呀，穿烫怎么滴得出油？从小都看你的节目，学的从小啊。你哪来这种去讲这句话？真的。你从小就看，你刚刚会这样子。但是你煎，他要用那个鸡的油啊。哎，刚刚切碎要这样。多从容啊！哦，你看。我是片才切，好漂亮哦，那皮，对啊，西瓜好漂亮哦，对，超屌，太美了，油，地瓜叶，然后那个肉再切，地瓜叶，看切大小，大小，三鸡的大小不是鸡丁啊。你下这些油待会是否地瓜叶的？两边都会用到，都会用到。还有，你是把红豆油先炼出来，对，做三杯可以用，两边分着，对，两道菜都可以用，对对。这个是地瓜叶，这样就够两边用了，两边对对，这个东西，哇，好开心哦。再下一点油，油是哦，大好地瓜叶的。猪油归猪油啊，这个是等一下，两边都要到位了，两边都要到位，要两种油，所以你刚刚只用一种油，只用猪油啊，不用担心啊。你把这些新香料的油呢，先搞定了以后，等一下你怎么样煮呢，其实都非常容易啦。你也比较好些吼，不要落个蓝的拢老蓝到位啊。这样炒时间比较短。是谁？就我们烫过香油，香油，大声说出来。没有，它好棒耶！小心哦，你手不要烫到。看你这样，小心一点。他刚才被吓到了。这样对我对分数有帮助。我没有要分数，我只是关心他。哇，好漂亮！我才在做的时候，我这锅不会变出来。温度上来以后，一定要先炒糖，糖不能放在水里，要放在锅里。哦。发黄色出来以后，你酱油可以少放一点。哦。哦。经常加热到一定程度会变成咖啡色嘛？对，琥珀色。哦。焦糖的颜色，然后上到，所以酱油可以少放一点。明白。哦。酱油。那我刚全倒也 OK 吧？有些人爱喝酒啊，那不能开车。你的重点不是全倒半倒的意思啦，你整个鸡肉烧出来的亮度跟浓度呢没到位啦。哦，嗯，你说酒太多的时候，那个色没有发上去啊。对，可是我刚刚一直把它收到水里面。放上了一大汤匙的盐，盐巴，不会吧？这是这要干嘛？他把猪油放对，为什么？让众人惊呼连连的步骤，究竟阿杰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不会吧？这是这要干嘛？他把猪油放对，为什么？你稍微烫，是不是猪油就扒在地瓜叶上面？哦，是啊。你无用沙，你来炒，你头多拢在吸无？你看两边番薯叶拢炒到，拢炒袂倒，你知道？拢炒到规安尼乌黑黄啊，乌黑黄安尼。哎，对哦，这样。对啊，你即摆有猪油吼，伊就慢伫个叶啊面顶啊。而且加盐巴，那个会绿绿的。对对。西瓜可以在水里面待多久？滚水下，滚水上。滚水下。水滚在下。那平常在家里这地瓜叶就要弄就，啊，你这种卖炒米啊？卡坑嘞，卡坑嘞啊！记者，嘿，记者一起舞啊！嗯哼，水滚呐！哇，这水哦！如果没有滚水起来会怎么样？没有滚水。
水起来，里面的酸化酵素活动得很厉害，很容易变黄啊。啊，哦，颜色没有那么漂亮。对，因为你没有完全直接用100度杀青的话，哦，50-60度哈，酸化酵素是活动的最厉害。用香油爆香啊，滚水下，滚水下。刚刚是用香油爆香的，你是啊？我不是，我直接用猪油炒了。你不是叫我放猪油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用猪油。现在让地瓜叶好吃哦，我们在外面热炒店热地瓜叶，3-5分钟就上来了。对啊，他会有他自己在厨房里面的一些泡炉的做法，所以一般家里面我们用家常的做法来看一下。没有加吗？有，没有加，但是是加背锅吗？是啊。你要加高汤吗？还是？对，有加一点高汤。要微量太嫩一点吗？会用蒜油的，对，会用红葱油哈，红葱油要用在三杯那个部分。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还加糖哎，难怪我们就没加糖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人工跟味料啊，没有味，没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到现在还没有放黑麻油？是为了这细节，哎，这个不能放黑麻油吧？不是啊，这个还没有黑麻油吗？有没有注意到？油亮亮的。那现在这个九层塔啊。干哦，收好漂亮。对呀，颜色又漂亮。它放锅底呀，一半，上面一半，上面一半。对，哇，这么加这龙船油哎。有。哎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我很厉害啊，哇，好厉害！我可能手法不对，但很好吃。哦，那个油一下要弄掉，不要那么油。对。好，那这个进来以后，我们用一点点那个油，不要用一点点葱油在这边。哦，哇！哦，红葱头了，我没有把油倒进来。没有麻油，但是香味还是好香。麻油现在才吸啊！麻油现在才吸啊！啊，是这样，而且走一点点。啊！地料料。多海料料。哎呀！他今晚米就在蓝天。你这个做得很好了。对。OK， 谢谢，完成。